他们是我的托尼，不，那是他们不懂得我的热爱。他们是我宅，不，那是他们看不到我的世界有多精彩。他们说我幼稚，不，那是他们忘记了快乐本来的样子。他们说我无聊，不，那是他们丢掉了对梦想的疯狂。挑战一下世界上最长的悬吊空中玻璃走廊。说年轻人啊，我以为你们是改变世界的后浪，只要我想去做，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别贴那么多标签。管他前浪后浪，只有一次的人生，别浪费。